尾巴拖着一条长长轨迹，整地基在农地来回穿梭，将原先的休耕状态农田重新活化，打碎成松松软软的土地，脚一踩还会陷下去。而这样的工作就是每片农地在耕作期中间历经的过程。红色的覆瓜式它是外接式传动种，就是俗称的 PU 装置，是靠吃油，然后它会比较二氧化碳排放啊之类的。然后像白色覆挂，它是靠物理性方式，这个不用经过动力输出，就是只需要车子拖着它往前走，然后它可以把下面的土翻起来之后，经过这个再把它打碎。颠覆以往还要用锄头翻土的印象，整地基进化再进化，不止逐步带入环境永续意识，更同步跟上科技脚步，走向智慧 AI。我们这台翼影机可以号称是农机界的特斯拉，有搭配最先进的 GPS， 设定好之后完全不用扶方向盘，它就帮我们的导正，那我们工作上更加的轻松。现在农业呢越来越走向自动化、机械化还有智慧化，就是因为现在呢农业人口老化还有少子化的问题。除了刚刚看到整地机，这一台撒肥机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撒肥机呢是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取代30人的工作量。塑料棚它这样子转的时候，它就顺着这个凹槽把肥料均匀的撒播。从整地、插秧、播种、撒肥、喷药，到整个期间中的田间管理，统统自动、机械、智慧化。而这样的形态不止在未来趋势，更是现在进行式。台湾在科技业跟半导体业的发展举世瞩目，那我们现在透过很多的贸易商的协助，引进了全世界各处的新颖的农机具，有部分还是没有办法符合台湾在地农友的需求。我们透过台湾业者的自主开发，一些精准的定位系统，一些感测元件，可以及时的追踪了解我们的机具的工作效率跟工作的效能。那这个农事服务业，我相信是未来台湾农业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跟方向。将农业机械化、自动化全面发展，进一步让农民省工之下还能增加产能，将利润扩展到最大。而除了传统的温室，也进阶成智慧温室。这里就有一个雨量感测器，好，所以呢，它会侦测到下雨的时候，那它就会自动天窗就会自动关闭掉，对啊，所以如果没有下雨，经过10分钟以后，那它就天窗自己打开。我如果没下雨，我要关它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我可以在手机里面去操控它，不只可以控制天窗，我们还可以控制遮阴，可以控制风扇。日照的强度、雨遮的调控、克服气候环境等种种不确定，打造智慧化设施，栽培远端管理，滑滑手机就能够看顾温室。像以前遇到人到现场，那以前我们要做手动的，手动你还要车都要用拉的，你要拉的就油价被垫起，等于速度个慢。好，如果现在我们都是做远端遥控的时候呢，第一个天窗它自动感测，那才能达到我们希望的效果嘛。我觉得已经是未来的趋势了。大家都知道农业是一个既辛苦又没有前途的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是，第一个能够达到比较精准的控制，你不会常常因为外在的因素去影响到你的农作物这样。再来，我们把它变简单一点，那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我在家里滑滑手机我也可以种田，那可能他会比较愿意去投入农业这一块这样。种下小苗离开之后，再下一次进温室就是等收成了。放眼全台渔农产业，不止地上种的，养在水里游的技术也在进化。我们现在来到地方呢是云林，这里是台湾第一也是唯一一座的台湾雕智能养殖场，占地1.8公顷，总共有22口像是这个样子的养殖池，而一个养殖池里头呢有1.2到1.5万只的台湾雕，也就是说啊，这里整场总共是有高达33万只的台湾雕。不过蛮特别的是，这里闻不太到腥味或者是饲料味，其实就跟智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请教一下这里的管理者王大哥。哎，你好。这个高密度的养殖的数量等于一般我们传统所看到的今年的1公顷的收成，最主要是做循环水，它水呢是一进一出，24小时在循环处理，鱼的大便呢也是跟着水循环水呢排出去池外，再经过循环之后再进来，所以鱼的
生长环境是相当好的，所以它的养殖效率呢，也跟一般的传统的土级的鱼温也要来得好的一个竞技效能。水温啊，还有那个氨氮量、亚硝酸，都是用深水去管控。它每15分钟更新一次，如果达到有阿浪的方式，就会跳起异常，可以及时去排解。新型 AI 智慧智能养殖不仅颠覆传统养殖土地面积的限制，水资源也能得到有效的循环利用，同时以太阳能发电达到节能减碳的目标，在存活率稳定下，鱼损减少，鱼获产量更是传统养殖的22倍。养殖池所有的电力动力来源呢，都来自于上方的太阳能光电。会用这样的方式，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地球暖化、温室效应，到了夏天的极端气候的气温太高，那一般的土级的养殖鱼温呢，它就是死亡率很高，这个就是颠覆了传统养殖鱼温的一个管理方式。早期养殖鱼呢，就是都要靠经验啊，要靠目视啊，没有数据化。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全部的条件都把它数据化模组化之后呢，会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便利。那管理上呢，也会非常更有效率。摆脱看天吃饭的无奈，利用科技智慧打造出全新模式。而像是这样的革命性转型，未来也将越扩越大。那这几年转型呢，我们特别导入了所谓的科技的部分，我们蒜头的播种机、蒜头的采收机，未来这个都是我们发展的。当然也有后续的，比如说加工的部分，然后智慧加工，像行销的部分也导入所谓的智慧化的行销的管道，让我们所谓的六级产业都以跟科技跟我们的温室效应的排碳的部分的呼应都能够搭上。缺工时代下，大环境威胁也不停加剧，农业进步脚步不能慢，从被动转为主动，要以科技智慧克服难关。据新闻何家阳、陈文月采访报道。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